察觉到这份信念的奥基库鲁米伸出了手，两人的手心相握之时，约维约克雷已脱胎换骨，成为一个不会输给任何妖怪的强大的村子了。这么夸张哦！噔噔噔噔，斩杀双魔神的宝剑库图内希尔卡，经由奥基库鲁米归还与祭坛。只要那青灰色的光芒闪耀在剑身，魔物就无从靠近。传说中，库图内希尔卡的光辉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就在那时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库图内希尔卡放出一道光芒，如同刀身一般的闪光，轻拂红湖的冰面，于是绝对无法化开的寒冰上出现了裂缝。转眼间，冰成粉屑。我觉得这边是不是少了画面呢？没有啊，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要有画面吧。紧接着从天而降铁舟大河浮现出来。原来神话中描述的这个故事竟然是真的，令人惊人的一幕，正在天照一行的眼前上演。哦 ，bug， 我也觉得应该是 bug。蹦哦，惊人的一幕开始上演了。终于呀、啊，这应该是配合字幕上来才对啊。你看原版是有画面的，我也觉得是有画面，中文版的没弄好。浮起来了。开门了！哦，有一个传送门呢，要叫我们进去哦。噔噔噔！哦，哪招了？彩虹桥哎！彩虹桥哎！哎，先存档。怎么啦？好恐怖哦！要我们冲过去哦？真乃假的啦，有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有冲过去的必要吗？先讲话，先跟他讲话，终于换你讲话了，真是的。铁方法大河是吗？浮到天上的天上的砰砰砰，然后呢？那样的铁块竟然会浮上天空，难道神话是真的？然后呢？从天之国高天远落下来一番铁方法，铁方中再随便拿丢进江湖的那神话，那是江湖吗？还是红湖？红湖，江湖三点水。像乘着方法方船什么一大堆的来到下界，方舟来到下界的天神者，北方舟中无数的妖怪赶紧下界，正是长歌之皇所率领的数千万妖魔大军守卫。果然黑暗之力气势高涨，以方舟大河并不是无关的。哎呦，讲完了，换皮利卡。换一个。皮利卡，皮利卡，就是酷儿姐姐，我好怕哦，各位。哎，就这样好了，走过去了啦，不用怕啦，有虹桥有没有？虹桥。各位。哎呦！站住，天宫！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一寸？你不是老是叫我做那个做这个的，你为什么现在要阻止我？走上这座桥就意味着我们上了天堂啊！进入了方舟大河的内部。这个方舟可是承载，就算是黑暗积存之地的卡姆一中也是。最被禁
忌讳的红狐狸，神话中描述的那段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。你要乘上那方舟，也就是说已经做好了回不了头的觉悟了吗？是吗？啊，当然是啦，是啦，是吗？看来是时候收场了。天公，可别像百年前那样，两三下就嗝屁喽。我又不是一寸。来啦，上海了啦。哎呦呦呦，虹桥，虹桥，哎，好恐怖哦！方舟大河，我来了。哦，爬上来了，爬上来了。我们进到爬上来了。等一下，天公，怎么了？那个咱们打交道的日子也不短哦，彼此之间算个什么关系呢？我从尝尽也笑什么笑爷姐的胸部开始，驱大蛇灭狐狸，干了不少事啊。你哪有干什么事，都是我在干的。还有潜进人的身体里，也去过大海的最深处的地方。一寸，你到底想要讲什么啦？回过头来，不知何时，我居然回到了故乡。作为故事的据点，还有神话中方舟闪亮登场。估计接下来你会大战一场，迎接的可喜可贺的大胜利。哦，没错没错。抱歉，天公。我在这就先跟你说声拜拜了，宜春要离我们远去了。宜春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，不准！我们有约在先，我旅行的目的是偷走你的13个笔叶。跟你走了这么久，那笔叶已经一个不剩的磕在这眼球里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画了一个圈。虽然说不上完全掌握，但我会运用这笔叶，过上有趣刺激的日子的。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寂寞吧。咱们有缘再见了。一寸，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，怕了哦，把它咬回来。喂喂喂，别这样。你是天神，我是个妖精。咱们两个世界差太多了。干嘛恋爱故事吗？我知道你也有你的苦衷，但是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这才叫道理嘛。哎，什么烂道理啊。那个天照看起来蠢蠢的。嘿嘿，别这么说嘛。我也有自己的情况。好了，你要磨蹭到什么时候啊？咱们爽快的告别吧。你根本就是贪生怕死，你怕了对不对？一寸，那么就拜拜咯。一寸，你怕了齁，把他咬回来，不许过来。拔刀了。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哥哥，我感觉好像是在恋爱故事。从此以后不许管我的事。你这万金丹，什么叫万金丹啊？挥剑嘞，一寸对我挥剑。呼，哎，牛肉。牛肉。That's right. 我想讲的是他的那个台词哦，终于出现了耶！ Yeah, 没必要阻止他，天照君。还要跟着我们进去吗？你江江，终于呀、啊！终于等到通天之道被开启的那这一天，不是你要开吗？喂，都是我们在做的。这一颗蜜粉的好苦啊！一眨眼200年，所以他活了200岁哦。200年，或许更久。这家伙还是只会胡言乱语啊！这不吉利的铁块。哪会是通天之道？倒是你的心机可，倒是和心机可疑的你正好相配。反正不管你葫芦里卖什么药，这些都已经不管我的事了。从现在起，想干啥就去干。
走了，他走掉了。呦呦呦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！哎呀呀，传说中的方舟摆在面前，吓得想乱的喂吗？呦呦，被刺激啊，被刺激啊！哈哈哈哈！一寸被刺激啊，什么？你想回去就回去吧。我是怎么说，方舟大河？只有那些拥有方向、拥有走向天通天之道资格的人才准许登船。所以呢，又打一开始就没有这地给的，哈哈。你说什么？你这大骗子！反正那说那么多都是想挑拨我上船的策略吧？才不上你的当，我也不会上这破船。刚想这么说，但我就是倔脾气啊、这么一说，我还非上不可。相反的，我要去方舟里大闹一场再走人。哎呦，果然激不起，果然激不起啊！果然啊，进不去，激不起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进不去？果然没有门票。你果然是没有递给啦，这可不能怪蜜哦。蜜已经说过了吧，拥有通往通天之道资格的人才会被准许的，所以一寸你没有递给你，完全进不了。哈哈哈哈！登上这方舟大河，点点点。就算不用蜜说，橡皮筋。又已早已心知肚明了吧？知道，又自己上不了这方舟的原因吧？这小子传道师君，传道师君什么意思啊？点点点，散发光芒了，不好，差不多到时间了吧？彩虹要消失哦！啊呜！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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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呜哦，一寸掉下去了。橡皮酒精，虽然现在并不是想帮佑一把，不过现在就送佑一个最用得上的预言吧。又来了，什么预言？离心扣。旅行靠同伴，两人相伴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彼此身体，画笔之缘。这是在干什么？还跳舞嘞？灯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天照，你为什么配合他？你是这样。就当是送你一个论文神，怎么样？点点点，你自己神秘也完成不了的人，幻想乘坐天王天之国高天元的船，真是没人学哦。人生无论何事都重在觉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是否能下决心，这决心这人生的价值。那些有年假的人生，又一路走来见过不少吧。哎呦呦，一寸还泡在湖水里耶。就到这吧，下笔就军。Have a good night， 拜拜。还要跑进去了。天昭君，你们上路吧。哎，还有啊。给蜜们的姻缘做个断，好，姻缘。姻缘做个了断。姻缘。
寸。